第六集，雅宾和他的朋友们今年做的主题叫做梦三则，是由三个独立的作品，有一个双人舞是我和银纺排的，然后还有一个独舞是邀请了一个以前在美国 L1AD 的一个非常资深的唯一的亚洲人，然后和我一起共同完成，然后还有一个集体舞。